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全境封锁。啊，我们来看看要去哪。我们现在22，等下一个任务在。哎呀，你这样子太好了。防号区是24等，所以我们要先升2等才行。等你。烦的，我没有气了。哎呦，你们在干嘛？你们是要紫色枪了？我们在左撇拳击馆集合吧。你们是要已经有那个紫色枪了？我没有紫色的枪。没有吧？你到左边就好啦。白要不理你，哈哈哈哈哈！你好，气死！哎呀，有人偷打我了！哎，Now entering a safe area。太惨了你！Take a look before it sells out。他们闹不过来。哪一间呢、啊？左撇拳击馆。他在哪里啊？在右边啊，我们先打这个补给品，然后等一下来往上打。哎呀，不要打我！后面附近的这些遭遇可以解一下。那你有飞客型？教练。Got a tip from one of the locals about a supply drop he just stumbled upon. Too much for him, or maybe he was just afraid of. 这把枪一定会花了很多，花了很多钱。哎呀，因为天价你挡着呢。你好，这么多钱吗 ？Warning, now leaving the safe area. 把他偷跑了。Yeah, 哎呦，这船呢？找不到没？你这样你都挡住那个安全物的名字。我的错，你太大。我太大，挡住。我知道你，我应该知道你这个，你是一个大头照是女，一个好像一个女生图案的，然后常常一直玩《二零古堡六》那个，没说错吧？谁呀、啊？我是跟一个观众回应一下。来了。换一把枪。干嘛？哎，为什么你手上什么都没有？好多眼的。宕机了吧？哎，有了有了。兵吗？看你喽！在浪费子弹，等一下又要去补子弹。我打，我打。兵吗？你传送了吗？啊，我还在装那个。我差点调掉我的路径点。然后我要换一下技能。Too much for him, or maybe he was just afraid of being a target. But you ain't afraid. 我现在越懂得怎么去改造、加强武器。好啦，看来大家都来了，走吧走吧。这兵，走喽走喽。我要怎么用才能？我要散步的速度一边前进一边在散步啊。他们比谁都还快。我们要加跑步啊。这下我已经穷光蛋了。没关系啊，再赚就有啦。今晚不能走啊。怎么后面有人？何时哦？要看。要看情况，因为我不一定每次都会有空，就是。我们惹到好多人啊！我自己还有那个分佣兵模式的分数还要。讨厌，这边打，这边是任务啊，那很多人呐、啊。已经到任务的地方了吗？啊，你怎么还在这里、啊？有散弹能靠近我。
嘿，挑好了。嗯。还好我有一把重狙。不狙没完呢，烦死。没有那么痛啊！拿到一个很厉害的消音器。看我，敌人看我。你为什么没办法躲？因为那个车子不给躲。那你前面都是雾，根本看不清楚。对啊，根本看不清楚。好一只。完全没有看到人影在那边打。尼尔斯，尼尔斯怎么了吗？哎、欸，我不听。尼尔斯躲在哪？是啊，大大躲在哪？哦、啊，在里面呢、啊。那是，那还有吧？我觉得那是应该还有。不过 我要先讲一下，我打原本跟我打原本不是我，可是比较严苛一点的，你能接受吗？感觉还有敌人呢，都看不到。你这边吗？没有，我只是在确定有没有敌人而已，因为我也没有看到敌人。如果你是打故事模式的话，我也许还可以陪你，但是用 B 模式我就比较严苛，因为我是不要求用那个用枪直接杀死僵尸或点，我只能靠反击。你是其他地方的吧？到哎、欸，任务点还没到啊，而且要继续朝目标前进吧。而且找不到就算了。我还是建议你玩故事模式，因为用兵模式你这个，我都已经玩了2000多个小时了，恐怕你刚学的话，恐怕也要学很久。用兵模式是什么？就是20古堡6啊，那个额外的模式啊。就是刚刚在打那个。星巴当游民。为钱干招财，然后就走了。啊？我吗？武器品这边。哎、欸，你快死！哎、你快死！敌人在我隔壁！哇，你们都不先躲好的，不知道敌人在哪。哇，敌人是红色的耶，夸张耶！哎呦，好痛啊！我来了，那边笨多，太扯了。我头皮里都要伤害。我真的强烈建议啊，如果跟我玩用兵模式的话，我就尽量就是随便打一打就好了。但是我要求就是一定要150 combo，、哦、我被打了。刚玩20有释放吗？ Incoming hostiles。什么？哎呀，超什么？这边。刚刚说什么？玩20古堡有释放、啊。你隔壁还有人？我早就释放完了。你就打到其他人了啊？下礼拜，下礼拜二我就要那个直播那个秘境探险室了。耶、yeah, ！我要看。那你说星期几？星期二啊，发售当天。什么喂？如果因为我下班时间是6点，那回家等到我去拿光碟，大概回家到家已经7点了。然后再安装，然后吃完饭洗澡，可能就已经8点多了。所以最晚是9点，9点会播。算了，不要丢好了。前面还有好多人。觉得前面那些人跟、哦、还这么多跟其他人没有什么关系。那边。
紫色当然是因为我们的敌人，紫色是我们的敌人啊，那是啊。有人在打我，后面不冲过来就没有问题了。这个游戏没办法，没办法穿墙。就是可以在那些薄板的地方，就是有一些可以穿。我说子弹啊，车可以穿墙，丢个掩体。有，其实有些特别的点有。特别CS全部都可以穿的。以前我不是，以前我在玩小，就是我在国小和国中玩 CS 的时候，就是靠穿墙干掉敌人的。Warning, hostile presence detected. 哎，换地点了。哎，那个我的观众说，妹妹们都没在打。啊，二零五八，它是英文的、啊，我看不懂。要放尊重一点。为什么你要走？就在前面不是吗？这里，他这是其他人，回来。哪里？啊，看到了。哎呀，这样子根本就有完没完吧 ？No！也太远了吧？哪？我让你们全部不要打，一个都别想。不要跑，是吧？捡吧啦，捡吧啦！哎，我弹药用尽了，可哎、欸！啊，好难打、啊，挂了。掉了不少东西，来捡一捡吧。渐渐，对啊，穿墙是作弊啊。那话说，刚那个拯救人质还能不能解啊？大家可以找钥匙。那个应该是另外一个任务了，顺便被我们打掉啊。还有人，还有人。哎呀 ！No， 又被打了。那我觉得有点累，可能人会顺一样。哎、欸，我怎么断的？哎呦！啊！我倒地了！队友啊！哦，我就连你们一起炸进去了、欸，也太多了吧！一整群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怎么又倒了？熊猫补个血，突然就早上了。熊猫补个血。哎呀，我出去了呀！哎、欸，又晚上了，到底这边一集那个等到就是秘境探险，如果能在就是已经玩完的话，就是在短时间全部的话，我可能还会再玩那个咸鱼情。不是啊，是这个游戏本身连线不稳，不是我这个网路快的嘛，4G网路。啊，这是这个游戏的伺服器的问题。育碧出品的，都是育碧自己的错，保证那个。那不要动，我不动啊！你还是丢歪了。他还在呀。那今天晚上伺服器是堵住了，是不是？哦，都要没鸡蛋了。应该是吧。我觉得过来会一直重生。至于吧？难道他没有接收到我们已经打死的讯息吗？那其实还是我们要打。嗷！这个战士武器，气
等级太低了，我都打不通。武器你整套装的武器啊？你不是穿了整套的血装，你怎么可能打得痛？好像跟你们差三等哎。对啊，我不是跟你说22到快23吗？哎、hey, ，thanks for the assist。这几天都在摸鱼，所以没有电钱了，是吧？熊，你怎么可能没子弹？都没子弹啊！路上捡啊！我回来了。捡啊！你看，我努力的捡嘛。没有。怎么那么不痛啊？那只大蟑螂要痛。当然啊，不一样的威力不满。哎，这边还可以直接捡钥匙，任务还没有被重置。钥匙？人质的。跟我们是一起解啊？对啊。他全部混在一起了。太蠢了！你好脏。破坏中的人质。Civilian secure。哎，接下来，这个顺便好，也在附近而已，说不定刚刚我们也一并打了。没有好吗？我打就好了啊！我装一个增加威胁度的消音器，是震音器才对。嗯，这样敌人就会打你了。来弄一点，哎，这是去哪了？红魔剑任务都点完。对啊，你看我拿的时候都没有敌人，好安全啊！另外一个在别的地方吧，帮忙捡。你们在干嘛？哪里装？在哪？只有我在捡，你们都在那边看装。可是我们像这样一直打任务的话，他等级应该还是会，我们他追上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升了一等了。这样子没办法，他就。这样吧，还是你要先另外开一本尊，然后先帮他练，这样会比较有效。我已经帮他把敌人来了，我已经帮他把那个祖先打完了。你蹲在哪里？地图应该有标吧？啊，我被打了，你打你去吧。要提示了，有，我已经把他打到快没血了。火力压制。哎，这个是熊哎，你也离敌人太近了吧？我刚好在这啊。另外一个在，应该这边的，没有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还没躲过来。随武器随便用，尽快上30，找装备武器，是在现在，他七点，我妈还在，我
主要是先玩主线，而且我现在也没那么多资金。这里，那就交给你吧。他去看上面有没有装备可以捡。这种屋顶上。那没有哎、欸，啊，都好慢啊！因为你提着重物，你看，有人来呀！哪里？我来支援了。但他好像不是任务的，然后一批人，应该是这个任务的吧？他们只是刚刚走过来而已。不是啦，这一定是任务的啦。打膝盖就对了。为什么打膝盖？打头啊！加油啊！我们大门都走了。我要去做交易。嗯，你赚多少钱？居然趁这个时候拿补给品来交易，实在是太恶劣了。那我们可以比较事半功倍啊！你有听过吗？听过啥？事半功倍。好啦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吃饭扣背。我吃饭扣背，吃饭扣背。病毒研究。我。算了，我还是觉得不要喝沙士。嗯，斗争特工如果要玩的话，因为我有个朋友他是玩电脑版的，所以我可能会考虑玩电脑的。斗争那个什么 Overwatch， 不过都只是我电脑也没办法开那个实况或直播，所以说只是单纯跟朋友玩而已。总不能要我人皮是一直买两个平台，这样子我的口口一定会很快就没了。开斗内啊，开斗内一切都可以解决的。斗内是什么？可以买300万个卤蛋。病毒研究，要人抖内才有办法、啊。抖内是什么啊？抖内就是抖内啊，抖内啊。咦，你那谁懂啊？我还爱抖内。哈哈哈。哎，你们人类说那个什么恐怖游戏是什么？恐怖游戏有吗？大颗豆腐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是吗？目前是打算大颗豆子，全进完之后，我们都在你后面啊！你冲那么快干嘛？发现莫里山，这边有工具可以捡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行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我要死了，快跑，快跑！啊！你死了？为什么你们死掉？你们可以进去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死了？要死了！要死了！为什么你们会死掉？因为我们那个等过滤等级不够啊！我四了耶！啊！我才3耶！难怪我会死！太毒啦！哎呀，那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喽！好毒哦 ！Exiting the contaminated area。那、哎、你们就这样子，对啊，还有这样子、啊，这个是哪里？小心你还在好，我传你哦。这里是神秘地带。病毒扫描机在哪里呀、啊？这里有一个，我找到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藏在楼上的。宇宙姐姐好萌哎、欸，哪一个姐姐萌？
好好多自己。大家都很萌，免得吵架了。你要不要先进来？如果你不在这个任务范围里的话，搞不好会不算分。就是做体操喽。做什么体操啊？不然我现在能够干嘛吗？进来堵死、啊。前天也被堵死了吗？我已经被堵死了，回去再过来了。这好像没有。啊！你们不能拿装备。走到这个边边不会被堵死。好。有开了吗？开了。我没有看到那个。刚刚有电脑啊，我怎么没有电脑啊？你还有一个扫描器还没找到啊？找不到。他应该在某处啊，我又看过我玩过这一关。哈哈哈！新发姐姐最萌了。哈哈，新发姐姐。在那边，在那边。哪里哪里？Alert, contamination scan initiated.辛巴对他来讲应该是妹妹吧。辛巴是。Contamination scan completed. Data uploaded to JTF servers. 我们接下来要知道任务的话，得先去二轮戏院才行，不然也不知道中间还有什么。你们下来会在哪里啊？我回来啦。你们嘞？我们在另外一边呢。啊？另外一边？没有啊，我回来啦。嗯，辛巴嘞？他在上面吧？还没下来。辛巴，你不下来吗？全留下来，校准。校准是校准是什么意思啊？校准啊？什么校准？校准、啊、学教嘞，校准、啊、去学教上课、哦。校准、就是，校准这个，你如果打到一个装，它大部分的属性都不错的时候，你可发现一个不喜欢的，可以把它换成你自己喜欢的，可是很贵。啊？还是有点听不太懂。就是，反正可以换你身边的属性就对。比如说你打到你要加血的，可是你打到一个加点的，你不满意，就是改造枪支就对了。你可以换，差不多啦。枪不行，只有装备可以。啊，你换这个，它会随机出现新的能力值。我现在就已经有一把两把枪要改造，就多，而且连那个配件都是装紫色的。不，我早上拿那个卡宾枪也是紫枪，还有把重狙。重狙？这里面哪有重狙？我早上拿了这把就是重狙啊。不是，不懂到底有什么狙跟重狙不一样。重狙就是重型狙枪啊。全境没有重型狙枪吧？啊、我从来没有拿过什么重型狙击枪。啊！这边怎么都是敌人啊？重狙是一个，重狙是一个简称啊。哦、对啊，可是全境有哪一把是重狙？我来了。子弹比较少，那个应该就是。我觉得看起来都是轻狙。你来了，你来在哪？我还有很遥远的地方，我都已经躺在这了。别过去，不要过去，不要过去。我在等辛巴啊，因为我在整装啊。我已经给了你。对啊。哎呀，连弹射歪了。那感觉我这次就没得打。就是你在那边。哎，我们来几个人？啊！哎呀，打我是什么？腰。十五倍镜。哦，这个好。哦，那在我几下，因为我被打死了。我来救你。
为什么在这里面不同的方向？哎呀，他们有那个炸弹。哎呀，怎么都死了？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获得最新影片的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